发信号没？还没呀，再等等。 他们去上山了，景祥。艺高人胆大呀，不带保镖就来了。都这么熟了，谁不了解谁呀？哎，我在想，有可能的话，我们可以成为朋友。朋友。 可以，下辈子投胎做个中国人，兴许我们可以成为朋友。兄弟们，慢慢摸过去，一定要亲。跟上。行了。
いいチャンスだ。命令だ。全員殺せ。はい。近くだ。就是这个时候，弟兄们，冲！冲！来救你们的，大伙都在这儿了吧？都在这儿，跟我走。好，大伙跟着。好，走走走，大伙走。你都在这儿吗？都在这儿呢。听我说，能打仗的一会儿跟我走，剩下的人找地方藏起来。宰了你这条东洋狗！